王爷，怎么了，张秘书？详细地址一会儿我给你发到你的手机上。好，你要一定注意一点，他有一个女儿，他非常爱他的女儿，你要求他不可以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哪位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那个牧师国际的，我想找一下李董事长。你找我们董事长有什么事情？就是因为我跟李董事长签这个合同吧，因为我方圆云现在合同被损坏了，我想那个请李董事长重新给我再签一份，可以吗？行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问一下我们董事长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你好，我们董事长现在在忙，因为合同是你们自己损坏的，你们自行负责吧。好了啊。哎哎。在路上，希望就在前方，牵动着我的梦想。想那个找你爸爸签份合同，他一直在忙。我爸爸啊，我爸的事儿我又不管。你在哪儿啊？那啥，我给你发地址，你过来买点那个矿泉水、面包或者啥给我送来。我这玩意儿，我这不行，我这一天都没吃饭了。我这着急，我还走不了。我等个人呢，签个合同。好、哦，哎，好嘞，哎。大哥，你可来了，饿死我了。干啥去了？一个老总，他把人合同他妈给整坏了，重新签一个，等不到啥。这得等多长时间了呢？等多长时间？等一回去呗，等多长时间？你回去呗，我想给你等他呢。不行，那能行？啊。很牛逼，等他看看那个。嗯，是谁呀？慢点的，我都饿完了。哎，今天啊，一天了，这不出来，黑了吗？我也不会上班了。厂子到点了，别走了，哥，不走，等会有事给我打电话啊，我走了。希望就在前方。哎，你好。那个合同交给我吧，看你也不容易，我去帮你跟我爸爸说吧。太谢谢你了。没事。麻烦了啊。没事。我在这等你啊。好。哎。签好了吗？合同签好了。
太谢谢你了。看你也这么努力，加油吧。好，拜拜，加油。航班也飞的，王岩这合同是签下来的。司长，你放心吧，我相信王岩应该有这个能力。希望。让生命不再彷徨，希望就在远方。哎，对呀，王岩是不是还没来呀？不来了吗？你干啥一大早就着急找呀？这什么用？来就来了。哥，回来了，签了。王岩，我真没看错你，你小放心吧，合同签的板板正正，大哥。我咱俩过喝点茶，这一天真没说把本合同送走。我能胜任吗？我相信你这个人，大哥，我一个蹲过监狱的人，你还这么相信弟弟？哎呀，你来公司之前呢，我就了解你情况了。你那10年监狱啊，替别人蹲的，人也不是你杀的。希望就在远方。